第十三题，附图为锌铜电池的装置图。当毫安培剂明显偏转时，关于粒子在图中甲和乙所指之处的主要流动方向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知道锌铜电池中，铜片这里是正极，锌片这里是负极。那么根据我们的理解，我们说正极就是正电流出，负极呢就是负电流出，当然实际上会动的只有电子负电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的电子在乙这边呢就是向上流动的，所以乙在这边呢电子流出去，所以呢乙的时候电子向上流动。那么岩桥这里有正离子跟负离子，我们知道正离子会流向正极，负离子呢会流到负极，所以在甲这个地方是正离子流下来要流到正极，所以甲处正离子是向下流动的。所以第十三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正离子向下流动，乙电子向上流动。